是四，怎么还吊着呢？哦，按个零吧，280。杨姐，戴旭，你进不来吧？你进来了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后门坏了？咱们家门坏了？啊，我们家门坏了，大门坏了。那你拖鞋呢？那杨姐，你给他拿一个拖鞋去。我们家门儿，他怎么知道我们家门坏了？大树跟我说的，哦哦哦，那后面现在呢？咱家门坏了，怎么弄坏的呀？我也不知道。车开不下了。嘿。就卡住了。没事。啊，你哥，好，脖子和手啊什么的还是要涂防晒的，其他的，对，就是那个锁坏了。啊，我们家有后门啊，我们家别墅还没有后门吗？麦哥今天衣服好看吗？纪梵希的，自己那天。自己那天去买去了，跟我说那个姐，我想买衣服。我说那走啊，我说可喜欢你说你要买衣服，因为我每次给他买衣服都是我自己去买。口红626，这个口红是我今年本命色，特别好看，蜜桃。他最近花销太大了，要控制。谁呀？我，天天648，我天天被刷屏。我没充68啊，什么谁？我好久不花钱玩游戏了。哎，你怎么现在变得那么可爱啊？我刚才巨可一爱。转呀，他就这样啊。哎，这电脑谁给我弄的呀？不是，哦，刚这才不是在测吗？哎，你别给我弄死亡蓝色呀。死亡蓝。太蓝了，给我打个光。我的浏览器去哪儿了？兰蔻的626。什么牌子的口红？哦，太亮了，这个也太亮了，又白又嫩。6480，你别老在这闹了，你真的是啊，你干嘛呢？你是心虚的吗？你在那手舞足蹈干嘛？就这个天天的，你就在这挂着。我得刷妆，因为我那个，他们谁把我电脑关了呀？不是，他不是测你测弄好了吗？没有还没啊，弄好呢，他根本没弄。就没弄。那后来怎么约的呀？那就我哪知道啊？626，把我那个口红拿来，就在你的面盆的旁边，你的面盆的左边，就跟你洗发水那边。30个648，唉，没办法。哦，对，我最近看那个超话，好像气垫口碑不错，然后之后也会再上，但是价格不知道一样不一样，就一样不一样啊。然后我还看有超话的宝宝说他是会有点暗沉啊，或者我看有一个宝宝说，我觉得这种暗沉啊或者持妆力啊，我觉得你还是要定妆定好。
哦，因为他是气垫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吗？我脾气好吗？我这是植村秀，兰蔻左就是有就在中间，中间有一个金色管管的。嗯嗯，好好好。对，我本来想带这个口红的626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。而且我那个最近一直都比较喜欢。对，别讲了，我也不能去批评他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我以后发视频，虽然就我以后还会发那些漂亮的照片，因为我还拍了，太美了，我让我就是停不下脚步，就一直在拍。嗯，然后我希望大家都说那个不要再说歪哥配不配了。就是我们两个是双向奔赴的，没有谁配不上谁。原来，他是风光的时候，我依然是，就那时候我们俩是相互匹配的。现在我走出来了，依然是相互匹配的，好不好？有不要再说歪哥什么配不配，歪哥凭什么，就这种话，不好，会影响我们俩的感情的。男生一定是要自信的，别让他就是女生自信起来，男生要更自信，不能去踩压的，好不好？就算有的人，就算那个大家开玩笑，几个视频开完了就可以了，以后就是那个怎么说呀？就是。双向奔赴的感觉真好，就以后是这种了，坏了好不好？就要不以后歪哥真的他不让我出去了，他觉得哎呦贾燕现在我都配不上了，他以后该自卑了，不要让他自卑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对，玩梗玩梗归玩梗，但是那个换一个梗好不好？肯定是开玩笑，但是你架不住他小心眼啊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个气垫，我觉得因为它气垫嘛，这种气垫它多多少少都会，但嘿，你可太聪明了，真棒！就是这个，这是兰蔻吧？兰蔻的，兰蔻的626，这个颜色特别好看，特别好看。就我嘴上的，因为我嘴虽然有磨皮啊，但是没有有磨皮，没有滤镜，还是这种发曲调的，就特别好看啊！我都用的就是翘翘了，眼线笔嘛，眼线笔我用 Taco 还就 Taco 的。Taco 的那个20多块钱也特别好用，出水很流畅，而且很那个很细。我们俩要恋爱脑早过了，我们俩一直都是恋爱脑啊，一直都是。好了，然后对 Taco 20多块钱，口红下次有吗？还不知道呢。想让他找，但是还没找到。对，626，哎，这是雅诗兰黛吗？啊，这是雅诗兰黛吗？这是雅诗兰黛还是兰蔻的？完了，雅诗兰黛，不好意思，兰蔻是一个玫瑰啊、嗯，雅诗兰黛，错一次嘛，原谅我，错一次，不是兰蔻，是雅诗兰黛，我错了。我真心错了，对，这款口红雅诗兰黛的626真心好用，然后他复盘，好，一会儿就让他复盘。哑光的，雅诗，你处理啥事儿啊？处理咱家门吗？不是，完了，有事儿了，要处理事儿了。他说他处理事儿，现在我就要，哦，眉笔我推荐的，最近我特别爱用的是那个密斯尔文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密斯尔文的眉笔很好用，
真的很好用，它可以把这种根根分明的线条，然后我眼线是 taco 的，就是拉出来它会，笔是会很顺的。然后大家先听我唠唠嗑好不好？先听唠唠，他现在他复盘，但是他现在去处理点事儿，不知道处理什么事儿。这个确实，哎，能透露一下你处理的是大师赛的事儿吗？对，哦，他处理大师赛的事儿呢。那这个时候，什么叫雅诗兰黛的官方会气死啊？不会气死啊！我那么爱他们家的口红，他们家怎么能会气死呢？只是不好意思说了一下，因为我还有一个兰蔻的口红，也特别喜欢。哎，你们出大事了吗？就是这一款金管的这款。散粉我是用一个邻国的那个品牌，但是我不打算推，两个品牌吧，三个品牌我特别喜欢，但那个品牌是一个日系的，现在不是不喜欢让大家去再去购买了，然后是我喜欢的是 Make Up Forever 的，还有一个 MAC 他们家的散粉都很好用。Make Up Forever 的新款的散粉真的，它是哑光的，而且定妆效果特别强，还有点提亮的效果。易大饼，说实话，易大饼我用的没有像 Make Up Forever 那么好用，就这样。什么系列我不知道。叫有我容物唇膏，那听不懂，那也没办法呀，因为他去处理事儿了。那听不懂，你要不发点弹幕聊聊天儿，那只能这样了。你看啊，是不是啊？而且别聊化妆品了，你这个 Bob 是不是应该点波关注呢？是不是啊？气垫还有，通勤10分钟呢，那不就是轻松搞定吗？拍情侣照也得他有时间吧？我觉得以后去杭州应该可以去拍一个情侣照。那拍情侣照，我是穿多衣服呢，还是穿少一点呢？没抢到粉色，你看我现在就用的就是，我就定了一个妆，然后我也没有什么补妆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出，这个是高光啊，我觉得就这种自然的这种有光泽度的感觉还挺好的，它不是纯雾面的，没有啊，是偶尔去杭州啊，要如果去带货的话，我没做医美。但是我做了一个颈纹儿，前两天去做了一个颈纹儿，但不是 high T，推荐大号的，没抢到口红。那个其实，比如像 Into You 啊、娇色啊，包括像很多个品牌，它的颜色其实很妙。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推大牌而反推就那些平价的，是因为，第一，大家可以多买几个颜色，因为它价格很合适，它的颜色就是很适合，黄皮和白皮，就是，粉白皮就是什么都可以啊，但是，在选择口红当中，可能黄调皮肤或者像自然性的皮肤，可能更需要我们去推荐一些。啊，不是要推荐那种大家都买着都很好看的，而是就是买完了适合很多人的，我觉得那个才是推荐的，所以我才会精心的去推荐大家会买一些品牌。说不过考虑三胎，我不考虑三胎，我要忙事业，我怎么能考虑三胎呢？唇刷是大号，大号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现在可以了，他去了，还会有，粉色是干皮，
黑色是油皮，我身边的人都，我的高光嘛，那就看我下一期的视频，我下一期视频名字叫值得回购的彩妆品牌。真的完了吗？完了呀，怎么说，我去，头怎么这样，头发太炸了，我明天得都剪剪头发去。复盘有什么可复？没有什么复盘的吗？这不是挺简单的吗？挺简单的，给他们考个试，因为无所谓，因为反正我投反水一定能赢啊。荣耀和我一女巫一个猎人，最后一盘玩崩了呀，他们玩崩了呀，对不对？怎么说？十号怎么抓的？十号不是悍跳女巫了吗？怎么抓的？我的妈呀！我谢谢你们，别！哎呀，别！他十号悍跳女巫了，怎么抓的？我的天哪！十号那个发言就是想赶紧走，他不想玩了。你要考虑这个人，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每个人干任何事他都得有他自己的目的，你得想十号想到底想干嘛？那十号那个发言一定就是他不想玩了，他待不下去，他想走，他想早点回家。哎，我头发发根都黑了，黑发根长出来了，所以我这个头发不好弄。我在那个位置能不陈姐应该发查杀的，有一说一啊，陈姐发查杀会好一点，陈俊杰发查杀会好一点。我觉得自己帅嘛，我没觉得自己帅，我就一般人吧。你还没觉得自己帅呢？鼻毛，我往你塞一塞就好了。塞是什么鬼？那所以我也不能给揪了呀，他揪就是要揪啊，疼疼。第二把怎么说？第二把都干嘛了？今天没什么记忆，特别记忆点很严重的。第二把什么呀？第二把上十万了，是不是？第二把凭什么上的十万呀？第二把我忘了，第二把我是什么呀？我们家有挂那个东西，但是特痒痒。什么呀？有啊，第二把是什么呀？第二把是魔术师，怎么了？第二把我都忘了，我现在不太记得，不记得了。超话那个哦，我看了那个群里截图，那个东西不就是那个哥们自己发完之后自己发超话的吗？我感觉是这意思啊。秒破案呀，那哥们儿肯定是自己在群里发完之后自己截了自己的图，然后自己发了超话呀，这不是就看不出来啊，你们行不行啊？那截图一定是那个哥们儿自己发的那些话，然后自己截个屏，然后往超话一发，这看不出来，太夸张了。会不会玩超话？哦，我女巫应该藏身份也藏不住的。因为我当时想，我如果亚毒的话，但是他们之后会毒我的，啊，我如果亚毒的话，他们应该会再梦我的，嗯，毒了梦魇没用，我其实真想过不毒梦魇，我真想过不毒牛肉干，我不毒牛肉干，我直接毒个王宝宝，他们肯定会觉得这个女巫真菜，这还毒不着牛肉干，打这个心态，但是没用，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这样做了。狼人该能找着我还是找到我，另外一个就是又有人说我放水，其实没意义的，其实已经输了，懂了吗？噔噔噔，哎呀，你们这个弹幕呀，你们这个弹幕太慢了，我得自己看一下你们那个弹幕。
排都排到了，因为他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唯一能扛到我这刀的就是舒雅信，因为舒雅信认死了五号是，舒雅信认死了八号是梦魇，但是没用，但是没用，他认死了那个八号是梦魇了，所以就没用了。他挡不着那个刀的原因是因为他第一天被砍了呀，所以他们排了。对，这个直播间弹幕有延时，所以我这个就是用手机看看。徐姐分票怎么说还好吧，那盘也不是全怪徐姐啊，那不是还有两个站错边的好人的吗？九和十都站错边了呀。九和十都站错边，那盘没投到，不，那盘你不能说徐元宇没责任，你只能说是那个二九十都有问题啊，都有问题。对，你不能只怪二，你要怪得三个一起怪啊！看看猫，不给，那猫都不让我看，猫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嗯，舒雅信最近挺厉害的，舒雅信最近挺厉害。没有，我们那个大师赛明天那个板子什么都想改改，我想第一局那个混子改成作证。混子改成那个找大哥，好久没玩了。混子的板子没什么意思了，就是大家老混子找大哥是就是把混子换成找大哥，我这不是假发。机械狼吗？找大哥，那个石像鬼，守墓人。你这怎么什么玩意儿啊？好吗？什么叫好吗？你等会儿我给你剃了。好吗？是什么东西、啊？石像鬼守墓人，对，我头发我不是我头发太长了，我得明天剪一剪。但是我这个头发吧，它发根都已经长出来了，它已经是黑色的，你知道吧？我读十一就可以装菜，不读平民不行，一定要读十一装菜。但是没什么意思，没什么意思，那盘就应该好人赢。嗯，禁言长老啊，嗯，这怎么弄的？哎呦，别冲着，憋回去了，哎呦，真难受，难受，来继续，这么多呀。哎呦，难受，打不出来。哦，难受。看有，看有，看，不是，这儿还有呢。都你别逗我。我没逗你，你别动。不行。下次带货带这个。太痒痒了，得让你们受受罪。我眼泪都出来了。哎，下次必须得带这个。嗯，啊，邪恶杀人，你们想养是这个？这不是这个特痒痒，想打喷嚏打不出来。不，鬼魂西凉没意思，那些东西都得。谢谢九木木送的。自行车。浪漫恋人。谢谢九木木。谢谢。头发太炸了，不行，我明天得剪剪头发，我头发太炸了。家儿子剪了，看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娘都。哎，你第一反应先看，你怎么现在说话都是不动脑子，然后就是没看见，没看见，真没看见，真没看见儿子。明天他们就该去学校了，该开学了。那有什么当外人的？我这有什么的？不是你们这东西不是很正常吗？什么呀？他们说剃鼻毛。啊，这个很正常，总比。那不是为了满足弹幕老师吗？你们说为啥投食？我的天哪！那我也不知道为啥不投食。他悍跳女巫为啥不投食啊？太夸张了，对吧？十号悍跳女巫，看看的。
我今天确实充钱了，但那个是那个五个 Q 刷的嘉年华让我充的。他五 Q 兄们，对五 Q 他刷了三个嘉年华，三个嘉年华我大概充了5000块钱吧，差不多。没毛病，没毛病吗？人家就说想看我抽卡，不是不是，他就说我不想抽，他就说让我刷，他就让我抽卡。我说我不抽，我说我没钱，他说那我给你刷礼物让我抽，我抽。我天哪，真的吗？嗯，就喜欢看你抽卡，嗯，就想满足你那个，不是就满足他，满足他。我不想抽卡，他想看我抽。那他有什么想看的抽到的？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没有，那不是我没有换那个游戏，没玩那个诗歌那游戏，我换了新的游戏。哟。什么游戏啊？也是米哈游的一个星穹铁道，也是米哈游的，就是一个新的游戏。对对。那原神玩吗？哎，那游戏跟原神差不多。原神玩吗？玩啊玩啊，带子树玩好了现在。第七史诗玩吗？玩，这玩了吗？这不是挂机呢。新游戏吗？玩，天天玩。你又要抽三个分啊？我没有不充啊，为什么呀？他们过来给我送礼物我才充，我没有礼物我都不充钱，自己都不充。零氪新的游戏啊？对，零氪。嗯，真的零氪，确实真零氪。你问他们现在是零氪吗？现在不是，现在充钱了，但是因为老板刷到礼物让我充。那在老板刷之前你充吗？充了一个30块钱月卡。那你不是还三十岁？三十块钱月卡跟没抽一样，30块钱月卡怎么证明呢？你们观众，观众怎么这么多游戏啊？怎么这么能出游戏啊？游戏现在多的，游戏现在就是我的情敌，对不对？那不是，游戏跟你没法比，跟我一块分家产，对不对？那没有，不至于，还不至于呢。那这没有家产，人家给我刷的礼物我弄。那你之前也不是人家给你刷的礼物啊？之前不是年少吗？现在懂事了，成熟了。现在懂事了。嗯。天哪。嗯。怎么说？充了30000。没有，没说他。三万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嗯，你要敢骗我，我不可能骗你，不可能骗你，我就不伤心了。你乱伤心，我不可能充30000。我乱伤心，不是你这句话。我的意思就是你不可能伤心，因为那游戏乱伤心。那游戏不可能充30000，哎，别听他们瞎说。那游戏花了那么多钱，他那个卡是有保底的，跟以前不一样。嗯，什么？我也不想听了。对吧？我不能骗你们挑拨不了我们关系，放弃了，好吧？别管我。行了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早点休息啊？我们点个宵夜，看个电影，是不是？你来说说看看那个，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《消失的他》？《消失的他》还行，我还以为是情感片呢，结果是悬疑片。嗯，就是躺在边上的那个人，嗯，是真是假？啊，嗯，怎么说？看过，最近有什么好的悬疑片吗？潘粤明演那个什么《消失的十几层》，那不好看，我觉得。什么叫《消失的十几层》？就那个《消失的十一层》不好看，看了看没什么劲。有什么悬疑片吗？最近有什么剧会推荐？人心难测，恐怖我们不太看不了恐怖的。贾燕胆太小，我看不了恐怖的。我天天看恐怖片，我太夸张了。我天天看，我不看恐怖片我睡不着觉，天天的。白夜追凶还没出呢吧？还是不行。要不洗个鼻子去？没事。最后的真相电影，漫长季节看过吗？看过了，沉默的真相都看过。最近新出的有没有？莲花楼是什么东西啊？莲花楼超好看，咱俩看看。无双是什么？莲花楼，咱们看看莲花楼。可以啊。
梁浩龙谁演的呀？我们这周能放松放松。我都看完《消失的他》了。下周要带货了，太夸张了。莲花楼先看一下，《孤注一日》我们看了，《孤注一日》我们看了，《孤注一日》我们看过了，还可以。新片有没有啊？新片有没有？不是新的那个电影或者电视剧都可以。哎，你这件衣服大家说好看吗？这衣服好看吗？没人说，没人评价我衣服。我最近买了好多新衣服，这件衣服好看吗？这件衣服好好看啊，它是假袖子的。啊。对，那个他那个为什么会有延迟呢？就是弹幕太多了，就是网不好呗。弹幕太多了，天天就你那些东西占用我网。昨天的好看，有人说好看，有人说昨天的好看。什么昨天好看？昨天不是穿了件小粉鲨鱼吗？那你们今天主要是下雨了，所以我就穿了长袖过去。我觉得他们可能喜欢你穿艳色。对对对对，对吧？他们不愿意我穿深色。深色显瘦啊。嗯，那他们就不觉得我胖，说白了，他们就觉得我太瘦了。你可真会说话。嗯，长相思你也应该可以看看。有谁演的呀？那个古装的。谁演的？他是有很多类型的男生，就一女跟多个。谁演的呀？主演是谁啊？杨紫。哦，我知道那个，那里边还有萧亚轩呢。啊，对。嗯。过去拍了一镜头回来了，跟谭健次啊，就拍了一镜头在雪地里，我也不行了，我回来了，跟女巫吃刀了似的，一在那儿，哎，你是干嘛去的？好家伙，也没什么戏的去，哎呀，大冷天的往地下一趴，我也能演。你怎么跟石那个就你玩那魔兽里的那个骷髅那叫什么？石像鬼，石像鬼啊，对，啊，怎么说话像那个？那怎么不是有什么可以演的？有舒老师啊，这让我们舒老师跑一下大冷天的，直接上就嘎了，那就是就累着我们舒老师，我都心疼了。哎，没事，挺好的，再接再厉吧，舒老师。哇，今天舒老师说。那个博兄，嗯啊，让我再跑一圈，你快跑一圈，我看，上海线挺厉害的，现在上海线真挺厉害的，是吗？嗯，最近挺厉害的，那可能也多多复盘了，研究了一下。今天王宝宝说上海线，上海线肯定不高兴。说上海线什么？不高兴，没发现吗？王宝宝今天说上海线，你别再那说了，又说什么呢？又弄了一身粉儿。我就卸妆去了，咱下播吧，差不多。哎呀，别，差不多了啊，没什么话说了啊，观众朋友，你还跟他们有话说吗？嗯，那明天来吧。明天再来吧，嗯。对，天天拱火。嗯。行吧，明天见吧。拜拜。卸个榜吗？你卸吧。谢九木木，谢谢神二的热气球，谢谢枯藤老叔，谢谢车车的浪漫恋人。谢谢奶昔，谢谢心动粒子，谢谢车车，这么多个浪漫恋人，谢谢。谢谢车车，我谢啊，谢谢车车，谢谢车九木木，谢谢沈二，谢谢昆仑老树，谢谢奶昔，谢谢心动粒子啊，行了，差不多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明天见，谢谢九木木的站玫瑰。他还你别他害怕。别动，哦，不行。他现在路子野着呢，你只能拿这罩着他。哦，罩不行。来，豆豆，豆豆，豆豆，这儿，妈妈在这儿呢。他不管。有猫粮。有个性。这儿，来，过来，过来了吧？哎呦！妈呀！这儿呢。看到了吧，拜拜了。一般人见不着我们家猫，我们家猫神龙见首不见尾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卸妆拜拜。